首先请我们的铁臂阿童木，他配的是著名的漫威大作《蚁人》，有请。吸口气，专心，缩减担心。行啊行了，必须的必须的。好嘞，我在一个美术馆和我的表弟格纳斯要在一起，那是一场抽象表现主义画展，你懂我的，我比较喜欢心理体派的，对吧？可那儿有 Rasko 超级赞的，我的天。好吧 sorry， 你懂得，我有点小激动。反正呢就是 Ignacio 说，我昨晚在酒吧遇见一个超美的女作家，美啊美啊美到没朋友。她跑去对服务生说，瞧我胖的妞怎么样，是不是美到没朋友？于是服务生说，对，绝对美到没朋友。然后作家美眉跟 Ignacio 说，哟，知道吗，姐姐我可是猛料界的新闻界的头一块牌子，认识许多超级的幕后推手。 Ignacio 说，真的吗？女的说，当然了，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是谁介绍我干的，因为他被副手了。耶、那家伙听上去貌似超级牛的。他对那妞说，哟，我在找一个道上的新人，他最近刚刚崭露头角，秀了几招超炫的，你懂吗？你认识吗？那妞说，如今什么样的怪人都有，有非常能跳的，有非常能荡的，有非常能爬墙的，你得说得更明确一点。他说，我找一个能缩小的人。哎呦喂，我说啊，开始紧张起来，因为我要帮你保守秘密，对吧？于是我问你，跟哪小那个牛人是不是告诉那个妞让他转告你，再让你转告我，蚁人的铁哥们说他在找蚁人。然后呢，表弟怎么说？他说是的。